开就是安尼，我决定啊，我就是要将你嫁予马英九。小姐换难干，你大听，你咧爽啥？是阮小姐咧爽啊呢？小姐，小姐，你啥那那安尼闷闷不乐？小姐，你有啥物心事？你甲人心讲，人心一定会替你解决。唉，小姐，啊无安尼，我带你来杨秀百花，好无？你对我来呀，小姐换难干，你大听，为何你闷闷心头不定？卖我白唱啦！哈，卖我白唱，嘿，发音嘛足标准的。我唱啥？你唱这，你头先去第句安怎唱？小姐华兰干呐！啊，你咧唱的时阵吼，迄面的表情唔太怪怪。我敢有？有啊！你搁一摆。小姐华兰干，你大听，为何你不闻？好，请请等下，因为这个后花园油香百花，花真多，够水池啊，所以迄个栏杆真重要。对，你咧花想咱花好势。但是殊不知，在进前去迄几工迄个风台，迄个栏杆怎啊创一个歹去？哇！去有风吹歹去，啊！即摆吼，迄个栏杆怎啊无去？即摆遐无栏杆。哦，嘿。小姐无栏杆，你大听。小等，小等。你好。你干嘛？无栏杆。对，无栏杆。但是你安尼唱的时阵吼，爱较温柔，爱较清楚。啊，即摆因为迄个原话足惊小姐无迄个栏杆人跋落去，伊就来叫伊来底登岗，叫迄个园丁，叫讲吼，迄个栏杆甲挖较深的，迄栏杆来种较内底，吼，种迄个栏杆，真的吼。小姐种栏杆。原话我无法度啊，我先来走，我无法度啊。奇怪呢，小姐，奇怪，拄只刚有一个，有伊在爽啥？是阮小姐在爽啊呢。我拄只吼，看到小姐安尼闷闷不乐，我心肝吼嘛是非常的艰苦。小姐，哈，发生什么代志？哈，小姐，你又唔知啊？嘿，我好现在做想，三片三片。对，啊，你听讲你想迄个三片。三撇到底生做什么形？你嘛给我讲一下。哦，祖国红开，不变红颜都不变，我红颜都。出来，夫人，你唱迄个相思顶，你来唱红颜，你来唱红颜，你赶紧过来，红颜，点点，夫人咧讲话，到你插嘴一点。阿母，阿妈，阿母，我给你讲一个好消息，明仔开始，我得免去上班了呢。我知，你知哦？嗯，啊，你是真知呀？昨有一个人客啊，伊跟我讲，伊要出迄一万块来给我小心呢，所以为明仔干咪？一万块，一万块你也讲会出嘴？阿母，你明仔讲一万块得当来给我小心的啊？你想想这啊？今仔日王阿霞有来找我，我一定将你卖给伊，我好甲你去卖给伊十万块。阿母，你别安尼对待我，你明明答应我讲一万块的当替我小心，现在一卖变十万块。阿母，你请假，你请假为了十万块。卡！啊？今卖是你们三杯酒，你来演为着十万块。哎呀，你演着为着十万块，我都不知安那占呢。哦，阿娘，你导演你要发下金，阿不然呢我袂穿水。真好啦。头一届用揽卡，
舒服不？哎，袂歹。哎，哦，哎，唔对啦，这不对，牛山平的祝英台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哼哼哼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亏就是安尼，我决定啊，我就是要将你嫁予马英九。紧走！我靠，唔对呀！秋姐，这代志大条，我跟你讲，你定来讲迄个三笔，你就介意，伊到底是做什么型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这三笔是咧做烟斗的新冠，然后一百八十五公分，伊目睭就是目睭，就大大蕊的，然后伊的睫毛就长足翘的，伊的鼻仔就大的，伊的嘴就细的，敢那脸甲嘴阁做好讲的，唱歌阁做好听。哇，介讲，看到伊绝对会感觉看到刘德华之城舞。你甲安尼讲，我都挡袂掉，我开始气酒，你到位挡袂掉。有人咧饲电牛，我咧开只门，你稍等咧。喂喂喂！鬼啦！鬼啦！要死哦！救命啊！秋姐，有鬼！有鬼！有鬼！光头白去要到位有鬼啦！有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有鬼啦！无正经的真害。英台，三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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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想收紧，我晕车。台，救命！你讲你是三平，是，我看了，我三魂七魄照了了。秋霞，你给我懂了，你乖。你管怎樣三平，你点名？你看，讲什么三平？哈，你讲伊一百八十五公分，对啊，其实伊才一百四十五尔。你看这个面，你讲伊烟斗片啊，倒倒倒倒，你甲看卖这个面，面像敢若叫牛车弄过去，无人机搞过，啊，一个天搞过。喂，你卖我白讲。干嘛？情人眼里出西施狗。靠，是咧差啥？现在差啥？我安尼想要困一下，拢困袂去。我连动诶，阿妈啦，这个场面我已经处理好。你唔通过，你若过去吼，代志足大条诶，所以你唔免烦恼。闪！闪！闪！我是虾米人啊？虾米代志要你处理啊？阿母，阿母。我跟你讲吼，你唔免过去，一切我拢处理好势啊！我处理得好，今日过去你也是挡袂牢。你还想要过去吼？这一切交我处理得好啊！闪！无啦，阿母，闪！处理得好，阿母你闪！真正今麦人都讲袂听呢，敢讲一个闪啊，讲几下遍。我过来，我看卖你生做啥物。上好是卖。闪啊！惊我会惊到？对。无要紧，我啥物人都看太济咧。你真正要看？是。安尼好。一二三，秦，三平，秦，你有要紧吗？你想哪？夫人是咧钓钩，伊是咧去看眼科哟。这正港是医团的呢，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一个是去哦，目睭去哦，喇叭搞掉；一个目睭去哦，晒搞掉。他是咧讲啥？我跟你讲，我查甫人，我是看太济。我不算缘投的呀，算缘投，因为你也不是算上缘投的。哎呀，够够够缘投的。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上缘投。啊，咁个有？是，啊，应该是伊来啊。哎，蛮够水啊，蛮够。我去，你看啦，这年头是要倒一撮啊？你捌看过那皮糠皮糠是卡倒的吗？